要加入班上的群组有两种方法。如果老师的课程属于非公开的，你可以先到群组加入，将老师给你的群组代码贴入，按下加入，这样就可以进入到群组里面了。如果班上的群组是属于公开的，可以从发现群组先找到班上的群组。如果不在清单中，可以使用右上角的搜寻，输入群组名称，这样就能找到班上群组。进入群组后，按右上角的加入，这样就能顺利加入班上群组了。进入群组中，首先你可以看到老师所公布的讯息，在任务中，你可以看到老师所准备的教材、同学所需要完成的作业等资料，在每个任务的下方都有该任务中所包含的单元数量。在班上群组页面右方，我们可以看到老师所准备的相关课程连结、相关档案连结、相关网站的连结。如果数量超过5个以上，可以从向下箭头按下，就能浏览其他的内容。